Aditya Nikah, the table showed the Horace, a song of a group of children. OK，一说他们一个学校里面的儿童里面他喜欢哪一首歌？有听过《拉萨沙央》吗？拉萨沙央，嘿，拉萨沙马来歌哈，央。啊，哦，有听过啊？嗯啊，有听哈，一个 KK，我有听过吗？一个给给你，啊，你难听。一杠 KK 哈，嗯，一杠 KK 是什么哈？不是歌来的，开车了。车头，嗯，啊，啊，一杠 KK。OK，然后 construct a pie chart to present the data and justify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data representation。啊，听过了没有？OK，听过了。啊，OK，这首歌哈。然后我们啊这边啊，看一下这边有几首歌哈，他们喜欢几个学生喜欢啊，几个儿童喜欢哪一首歌哈，就是马来歌来的，应该是马来人的，他这边是马来人的哈，不是华人哈。OK，华人是唱什么歌啊？儿童歌是什么？也没不懂的哈。OK，会懂吗？华人的有什么歌不是儿童歌啊？完蛋了哈，你们都长大了哈，啊，OK，我们看它分多少，总共是多少？这边有多少个？你要算一下，总共有多少个？OK，so 你要走，要总共这边30，OK。30，然后这边有一个写一个 F 代表 frequency 啊，总共有多少个人呐、啊？30加40加20加15加10再加5，总共是多少？我已经算过120哈，你用卡卡的压一下哈，120全部。我们这边还多少？多少部分？拉萨沙央人家也喜欢这个，拉萨沙央学那、儿童喜欢这首歌，所以你看一下30 over 多少？30 over 总共是120，那么我们可以简化为多少%？多少部分？1/4哈，34/2对不对？对不对？25%喜欢这首歌了。一看 KK 有几个人呢？有40个人，40个人，哎，OK，有40个人喜欢，总共全部是也是儿童有120个，做 survey 哈，意思有1/3学生是儿童喜欢这首歌，OK，1/3，OK，下一个呢？你看一下邦奥哦，邦奥。然后广告是谁呢？有20 over，20 over 120，多少巴仙呢？我们看一下，有一百一说1/6啦，OK，1/6，看一下多少部分哈。然后15啊，格朗七个八个格朗是什么呢？15 over 这个是15个，OK。有15个 hours，然后120，那么总共有多少巴仙？这个你用卡卡的压一下多少？应该是1/8哈，1/8应该是1/8哈。OK，你这个要懂哈。然后10 over 120呢？有时全部有120，这个很简单哈。1/12，儿童喜欢这首歌《龙巴西嘎达
lompat, kata, okay, 青蛙。太阳上班呢？太阳上班是挖那个上班呐，挖船呐哈 ，OK， 挖船有五个 over 啊，总共有多少个？哎，总共有五个人，有五个人喜欢，这首歌，全部有120个，也是有，我已经说是24哈五，因为十是12吗？那五变成24啊。打不掉了啦 ，OK，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东西。然后你要找他 angle， 因为你要找 angle 来画哈 ，angle of the sector，OK，sector 三星哈 ，OK， 一圈多少度啊？大三千，转一圈多少度啊 ？Hello， 啊，不懂哈？转一圈多少？你转一圈多少度？Hello， 谁要给我讲？哦喽，没人给我讲哈。今天双十一啊，手机 shopping 哈。哦 ，OK， 就360度哈。今天这么少人进来呢？哦啊，难度啊，360度哈 ，degree。OK， 那么我们有多少个？意思说我们有多少？我们看一下这个多好啊！我们三百四十九度 ，OK， 它占你的90度啦，四分之一啦，对不对？啊，这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呢？啊，360度，全部有360度 ，OK， 360度。OK， 那么它的总共占了多少？32，120哈，120度。你用卡卡的一下子120度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有六分之一的360度多好嘞？那么你有用卡卡的一下，然后6636嘛，这么简单。OK， 啊，所以说360度，整圈是360度。OK， 那么这多少？663660度 ，OK， 这个是60度 ，OK， 占了60度的sector， 然后这个嘞，我们看一下这边多少嘞？我们看一下1/8 ，OK， 乘以360度 ，OK， 360整圈，等于说360度，对。OK， 那么它占了多少？8432，45度。OK， 你不相信用卡卡的也行啦，我已经算过了哈。OK， 然后这个也是，这个是多少嘞？你用卡卡的也行咯，除12咯。OK， 到底是多少度嘞？360度 degree， 然后占了多少度呢 ？OK， 真的多少度？360除12，30度，30度。OK， 今天双十一哈，有去 shopping。OK， 有钱可以，可以，这个360度 ，OK。我打算买一个浴缸啊，太贵了。没有贵啦，很难，是浴缸哪来这么？哈浴缸哈，浴缸是什么哈？浴缸是什么啊？谁会懂啊？15度。那鱼的。浴缸不是鱼缸，浴缸。你啊。哦。啊，巴达。OK， 我们看这边啊，我们就看这边，画一个圆圈啊，画一个圆圆的东西，画一个啊，没有 ，OK， 它是八哈，我们就画一个圆圈啊 ，OK， 看到没有？
啊，画一个圆圈，这个比较花时间的哈，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因为还比较多嘞，它其实要多东西出来，我画一个，哪里去啊？我用这个，OK，然后可以，哎，不能够哈，OK，它不能够，它一定要这个，然后我们画一个。是东南，我们是从这边画起哈，用竖轴来画起90度，90度，where is that？I don't know, so don't know where is that？是不老是师，这个女生有变脸。这样？呵呵，故意的哈。OK，然后这边我们这边40度，在这边，好，从那里开始零，OK，这边，哎，我画一个。哎呀，他移掉啊，不用紧了哈，从这边开始，从这边开始，那里画这个花，从那里开始，这边哈，哎，哎呀，又画不准哈。OK，这边了哈，哎，还不准哈，这边还要跨过来一点，哎呀，太过来了，可以了，那是变了啦，过来一点，应该不在这边啊，OK，这边画一条线，然后嘞，第一的就多少度？90度，对不对？啊，那个沙羊，好吧，是那是沙羊是90度吗？啊，90度，你点一下90度在哪里？90度在这边，然后你画一个90度这样过来。我没跟那个 grid 哦，现在我没有跟了哦。OK，他开始这样了哈，画一条线来。哦，这样对呀，然后，yeah，然后嘞？120度，你的这个 compass 方啊，这个 protractor 哈，OK 半圆尺啊，OK 半圆尺来一个转向，你们会懂怎样用哈？我看你们还是不懂怎样用哈，没有用过对不对？OK 没有用过怎样呢？120度在这边，哦，OK 点到这边来，OK 拉开。然后尺拿来，OK，尺拿来，画一个120度啊，这样，120度啊，哦，这样对你啊，画上来，然后再来多少度哈？我这个放旁边一些哈，然后60度对不对？60度，现在我量60度，哎呦，放大这么大的，我要拿过来。然后转一下，对准这个一下，对准 center 一下，这个对准这边，它的 base 一定要对准这边，OK，啊，这个有 skill 的，不是每个人会画的哈，只有我会画，你们不会画哦，OK，你看我画了，OK，肯定是不会画，对不对？OK，不会怎样量角度都不会，对不对？没有用过，对不对？啊，你们呢，永远都不会，对不对？啊，不用紧张，不会我会就好了啦。不会我就很厉害了咯，你们最不厉害咯。OK，然后我就画一个过来啊，画一个90度的。OK，有个 sector 在那边，然后还有一个多少度？看现在多少度还有？哦，哎呀，还有45度。哦，那么我量45度咯，会量吗？会量哦，不知道怎样啊，不知道怎样啊，老师没有教了，怎样会量呢？量到什么东西来的？OK，要对准啊，base 要对准那条线啊，然后画这边45度，这样10、20、20、30、40、45在这边。
OK， 45在这边，看到吗？45度啊，你自己看一下，这看得到就看得到，看不到不懂啊，自己去看一下，自己去量一下啊。啊，这个45度在这边啊，对准一下45度啊，这边也有显45度哈。啊，哦，美嘞 ，OK， 米雪不美的啊，对不对？这个比较美的啊。OK， 开玩笑一下哈。OK， 过后呢，我们看还有一个多少度？应该是多少度？还有一个多少度啊？啊，30度。OK， 我们量30度。OK， 我们最后量一个30度，还有15度就不用量了哈。总共365度嘛啊，我们要对准一下，这个要对准背下，这个要对准这个，那个 center。OK。center 要对准 base center， 然后30度在这边 ，OK， 360度，180加180，360哈 ，OK， 到那边30度，然后我们就加30度，加45度哈，15度而已啦 ，OK， 明白吗？其实这个尺都有45度的哈。美嘞，多么美啊 ！OK， 那么你要对准一下这边 ，OK， 哎呀 ，OK， 我不要这个了，我已画完了，我不要了 ，OK， 那么我过后呢，做什么呢？啊，我们就把 label 写咯 ，OK， label， 一垃圾山羊，哎呦 ，OK， 垃圾山羊 label， 哎，嘟嘟嘟。Rasa sayang, rasa sayang, hey, rasa sayang, sayang, hey. Okay, 换这边，然后一看 ticket。喂，什么声音来的 ？Okay, 一看 ticket 去这边。Okay, 然后帮熬。Okay, 然后这边我就把它放小一些。Okay。把它换掉，因为它 setter 比较小，这个叫 setter 了哈 ，OK， 这个一个个 setter 一片片 ，OK， 还有45度是什么？格浪哈 ，OK， 格浪，我不知道怎样 copy 哈 ，OK，copy，、OK, 然后 copy 到这边，然后把它换小掉格浪，然后换这边 ，Yes。可以吗？啊，还有一个什么龙巴嘎达哈，西嘎达龙巴，对准一下，那这个，这个有白和西嘎达龙巴，OK， 我放这边，多么美，然后嘞，再用三班，对准一下，再用三班。这个不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很小的部分啊。对了，这多么美，对不对？啊，角度要如果要写这角度多少度也是可以。这边多少度呢？90度，就是画一个 square 这边，啊，画一个 square， 然后这边你写啊，你要写这边120度咯，啊，通常要写一下120度。OK， 哎。这个没有这个东西 ，OK， 120度 degree，OK，、okay? 你要彰显你的图片，对不对？要给看的人会懂你画什么东西 ，OK， 这边多少度啊？60度哈，60度，啊，然后你要 label 一下，这边也要 label 一下。哎 ，OK， 下一个45度，我画外面哈，因为很45度，OK， 把它拉起来 ，OK， 还有一个30度，30度 ，OK， 哎，30度。OK， 最后一个角度不用注明也是可以的，因为太小了啊。
OK， 不用注明，就是这样呗。还有泰德要写一下，泰德，你到底你叫什么东西？你要跟人家讲是什么？啊，你说 The Pride， Song of a Group of Children， 要 label 一下。人家你画什么东西？这个你泰德一定要写，没有写啊，废的。OK， 要写泰德写一下啊，然后啊，最后要画美美的才出价啊。画美美的，画美美的哈，就画这个美美的哦。OK，这样画美美哈。OK，画这个大圆先画一下。OK，我说不管它了啦。OK，然后下一个是什么？我就画一个这个黄色的。OK，画一个黄色的。OK。然后呢，我们再来一个啊，会美吗？当然美了哈。OK，画这个，到了没？画美美了，出家啊，化妆一下。OK，再来，我们画你彩颜色，这个颜色。谁？OK，这样画，我还没OK。这样咯，然后没有了哈，还有一个哈，还有个 last sign 咯，OK，最后一个就不用画白，算是白白的咯，就是这样，最大的不要涂了，是白色咯，OK，啊，画了多么美哈，美如天仙哈，OK，就是这样的哈，今天多少个进来呀？38个人啊，哦，应该太容易了，不要上课，对不对？OK，就是这样画。然后什么？为什么你要选这个来画呢？为什么？Justification，为什么用这个方式？用排场，of using 排场。为什么？为什么？Because it is easy view to compare, the pattern, pattern of a group of student, children to like. Song, OK，这算也是 compare 咯，就是说很容易咯，compare 咯，看一下就看得清楚是什么情况下咯，OK，就是这样咯哈，OK，就是这样。